为了帮助救灾厂商以及救治的民众，提供互相媒合、就近现场面试的机会。今日关怀社会处以及南投就业服务站，就特别在关怀大厅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征才活动，其中包括征才门的电子公司、科技公司等四间厂商，提供了将近70个工作机会。这次的厂商大部分都没有要求要具备特殊专长或者是学历，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找工作的机会啊。那我们这些年来，因为经济不景气呢，其实工作不好找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除了每一年会固定举办大型的就业博览会之外，那我们也会定期经常性的来举办这种小型的征才活动。一般厂商只要能够提供一二十个职缺以上啊，我们都愿意来配合他们来办这种征才。那每一次呢，能够媒合的几十个，让民众呢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呢。那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过年了后，往往就会产生一波换头路的热潮，也因此目前在南投县就出现比平常时更加多的工作机会。对此，南投就业服务站表示，为了因应这个状况，就业服务站这一阵仔将陆续推出大小型的人才活动，加上因提供厂商基本资料以及环境的介绍，是目前上好也上稳的找头路方式。以二月份九天的连假来看，二月份到目前为止有13个工作天，那在我们资料库求职新登的民众就已经达到1368，跟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有增加的一个趋势，那所以要因应这样的一个民众找工作的需求，所以在后续我们还会陆续的办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征才的活动。关怀社会处以及南投就业服务站，也呼吁想要找头路的民众，目前工作机会真多，只要需要找头路的乡亲，拢应当拥有前往关怀或者是县内的就业服务站询问甲门客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